钱去，可不可以划船呢？应该可以吧。可以交钱去划船。为什么你这样点钱特别大？啊，对啊。及时行乐。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，然后生命全改变。跟麦当劳的味道一模一样。爱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。就算我忙恋爱，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如果不是。为什么选择？因为 Taylor 给我的。挺好的。对 ，Taylor 今天穿的像一个大赌场一样，大家看一看，大赌场 Taylor。我们刚才发生一件事情，请让 Taylor 给我们解释一下。刚才就是佳佳她想买鞋子呢，但是买到一半她又想休息，然后她就偏要鼓舞我去买，因为她自己不好意思坐在那儿。但是像我这么厚脸皮的呢，我就算不买我也好意思坐在那儿。这就是人与人的区别，这就是厚脸皮跟不厚脸皮的区别。我竟无言以对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。我现在感觉好像又来到了旺角，又来到了旺角啊，我见一下怎么样。看到这个的他妈第一反应怎么样？请做出他的表情。那他妈在哪儿啊？这个，表情什么？突然觉得来了趟澳门。就威尼斯，去威尼斯比较值，累死了，有饿。你还会再来一次吗 ？No， 这为什么是这样子？这个也 No。一定要拍出一张很美的照片，他才肯罢休。不像我，无所谓，360度无死角。佳佳是，我怎么看上全是死角？佳佳是0度都是死角。哎呀，我们又来到了香港啊！一下子跳转到了香港，真的。广东的上下，现在我们坐了巴士，也不是坐车，挺好的。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可以瘦一点呢。上次去迪士尼这样说，说自己会瘦一点，谁说还吃那么多？刚刚又吃了一碗饭。一碗面还有各种肉，不要脸。你呢？我就吃一点点。是吗？我就吃饭，我都没有吃完。骗人。我雪糕也没有吃，只吃了一两口。骗人。我不是骗人。